Sheffy 是一款适合单人的卡牌游戏，游戏约15分钟，玩家必须努力将白色小羊繁殖到1000只，过程中会拿到正面和负面的事件卡，要尽可能的增加小羊的数量，但也要小心负面卡片所带来的灾害。你能在3轮之内达成1000只的目标吗？ Sheffy 属于画风可爱的日本游戏，快来保护你的小羊不被灾害肆虐吧，适合晚上睡不着想要数羊的你游玩。